这边，手续已经办好啊，从今麦开始就是公司的负责人，你要好好经营哦。我回去日本了后，我阁希望你能摕到你的分红，安尼我的日子会过较轻松。好啦，我尽量啦。我阁有代志要无闲，就无返来公司啊。 你手啊，看来物件就是爱用啊，你莫想超过，后摆就唔是安尼啊。你到底是啥？怎么？你我干嘛？我无代志。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得罪什么人啊？可不是邱友英，叫人安尼做诶。邱友英无可能安尼做啦。那也无可能。 你就是欠分我，把伊一片的客户抢走，啊，搁我拄不去出门，伊跳到叫人干什么？好啦，你家己最近哦较注意啦吼。敢是伊犯个人来驾驶球啦？干脆可能因为进口白肉加卡在海关，造成咱公司真侪货拢袂当顺利交，所以这层代志。 你来赶紧想一下办法啦。马丽红先，我来处理啊。好。阿哥，郭老爷，我为什么这么意思啊？我人就伫遮，你若想要针对我，伫遮来就好啊。阿哥，你是安怎？是安怎要对我骂公家话啊？你骂有特别假事哇？我差一点骂就互车弄死，你敢知影？你敢无做吧？阿哥，你先念先，别冲动啦。 我是有应该有啥物误会才对啦，我嘛应该是无可能对你做出这款的代志。或者哦，是你伫外口了，着啥物人，才安尼。哦，这个无代志，你先去无闲。好，给，无代志。妈，若是有啥物需要我的所在，你再去叫我。嗯，放心。 安怎？ 搞笑哦！不过我看你人嘛无安怎，我知你唔甘春梅，啊不过你也袂当用这种下令暴躁啊！但讲到春梅，我才想起来哦，当找一个时间，我去甲伊讲，我袂当让你阁继续欺骗伊啊！你唔通袂记哦，春梅这个人伊足单纯。 你敢有法度是像这种打劫？还是你希望伊后摆像人跟我同款，就爱食药才有法度睏？你若是唔惊，你讲啊！秋华，春梅是咱两个人的好朋友。较早咱毋是三姐妹，咱毋是三蕊花，你想做要安怎对待伊？ 你问我为什么？难道我问你？是安怎当初恁大家要甲海全逼死？你想怎么让我骂痛仰我这个查某囝？你是不是同款？无法当回答这个问题，所以你根本就无需要问我为什么。既然所有代志拢无答案，那恁想创的出来才问我？我跟你讲。 你是所有问题拢出在你身上，他说你卖错这种垃圾仔，今日就不要有人去教死你啊！安怎？今日去用教死，心情不好，想要找人出气性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找唔到人啊啦！我的时间，我的头脑，我所有一切都是老吴还够救的人，你完全无救啊啦！这么欢迎你。 你走，出去，我不爱。邱友英，你若是无给我一个解释，我不可能走的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外人，骂着我狗的嘴啊，把我骂到这个路线。我跟你讲，永摆无落屁股，阮堂哥一定会把伊变灭落来。
上帝要甲一片食掉，讲十五年啊，想十五年啊！我拜托你，请你赶紧倒去甲李有贵讲，叫伊脚步较紧呢。我这个总经理做甲足忝嘛，我随时会当换人，请。随时会当换人？嗯、你嘴讲尔，你无可能安尼做诶！你这种人啊，就是假自卑、假善良，真正是一个卑鄙的少年。我若真正是少年，你今日都毋是干咱叫吵弄尔。你是你阿好，就是你做的嘛。就算我跟你讲，不是我做的，你嘛现在认定都是我做的，敢不是？敢有啥物差别？因为你这个人，别人讲的话你拢听袂入去，错的、该检讨的，永远拢是别人，不是你家己啊！我平头跟你讲话啊啦，走啦！柯老爷，怎么就叫你这样报应的？放心。你的报应会比我较早来。